中拯救我，不必惊惶。你牵着我手的船，不要躲进黑暗，只管相信。真係冇諗過，
我信了主幾久呢？我記得是上年4月2日正式接受的，不過就不是這裡，但是真真正正能夠經歷神的地方就正正在這裡。我在這裡其實就是8月的時間， Fiona 帶我來這裡，我就好像聖經裡面那99隻迷失，不是那一隻迷失的太緊張了，就是那一隻迷失的羊。是啊，我那時候就是一隻迷失的羊，我那時候是在事業上面有很多很不如意的事，每一份工作都是做得不長的，我做過很多份工作，我是沒有一個目標，我以為我自己很有目標的，其實那時候講到自己很偉大，我記得我入到來 AP， 我記得有很多弟兄姊妹都很關心我的那時候，但是我很收收埋埋自己的，其實每當有弟兄姊妹問我，喂，近排Gabriel你近排點啊，我會跟他說一句，我又是這樣，沒什麼特別，但是其實我是很忽略了神對我的身邊的，即是很忽略了神是關心我關心我的地方，但是去到如果你說真的正正走神的路的話，即是去將自己敞開自己的心去給神去愛呢，我想就是為情那件事，即是在今年，即是今年年頭的事，我是很不行的，那段時間又沒有錢回來這裡、又沒有錢吃飯、又日日忙上班、騙了我家人、自己不夠錢花怎麼辦，掠家裡的錢，但是那段時間還會覺得是哇，覺得好像很應該，我覺得就是沒所謂啦，那都是，但是直到去有一天，我的心很難難受，其實那時我覺得就是我不可以再過這樣的生活，但是於是就在想，究竟為什麼我信了耶穌好像沒什麼改變，都是好像以前那樣，好像迷迷惑惑，好像迷迷糊糊那樣，混混噩噩那樣，即是覺得回到來崇拜，回到來聚會就等於好像是跟隨神那樣，以為是無疑，但是發覺原來不是，神給我知道的就是說，即是神給我知道的就是說，當你去決心去信耶穌去跟隨耶穌那一刻呢，好像聖經說齋是行窄路的，信耶穌是一件，我說真的，雖然是好像一件很辛苦的事，他會去逼你去面對很多你自己不能夠面對的事，好像我這樣，譬如說因為我以前，因為當我阿爸過身的時間，咁啊自己大仔嚟噶嘛，即係大仔嚟嘅，即係有好多事對譬如話無論係屋企人或者係身邊嘅情，身邊嘅環境都會逼到我，就係話覺得就係、我要去獨當一面，我要有多多嘢，有多嘅嘢，我唔想俾屋企人關心，就算屋企對我要求高，我覺得係情有可原。即是現在我想翻起，但是以前的我不是這樣想，以前的我就會覺得就是不行的，我覺得我做不好的話呢，我覺得我做不好啊，或者我做錯的話呢，不行的，我家人會罰我的，會罵我，會打我的，但到現在想翻起，其實即是這裡，即是雖然是我家人都很可惜都來不到來見我看我見證，但是我一直想說就是說，我現在明白，即是一個女人湊大三兄妹，那種的難受，即是其實就這件事都是神去告訴我聽，其實為什麼神會告訴我聽，就是我那時候很混亂，我很生氣，我家我很震，我會覺得就是回到家簡直好像行刑一樣，如是者的話，我就會覺得跟神都是一樣的東西，我覺得回到來這個家庭，我覺得都是好像受罪的，會覺得就是這個世界，只有你做得好的時間，人才會去看起你，人才會去拜你，人才會覺得你得，但是神去改變了我這個想法，神去講過，他說我很明白的，那時候他說其實我只看你的態度就行了，你只要你有個心去悔改，你有盡到力的時間，神是會很開心，
好喜悦，而唔系话去睇你嘅行为，即系唔系话睇你做得有几好，唔系话做得你有几有成就，而系关键就系、是、你究竟有冇喺，有几你究竟有冇喺任何事上面，又或者喺行神嘅路上面，你有冇去，有冇一个嘅态度，你有冇去认真去行？你有冇去？你有冇去专注去行？即系神系，其实呢样嘢系几时咧？神系教我咧，并唔系好耐之前，就系喺呢度接受为期两个几、三个几月嘅洗碗嘅事，系乜嘢到？咁讲翻啦，都好开心嘅，即系我冇谂过会喺呢度建立，更加冇谂过会喺呢度服侍，我冇谂过。我記得嗰陣時，我好想求供給，神就開我呢一棟嘅路。呢、這、一個我冇諗過一個好簡單嘅，可能喺呢度服侍嘅咋，其實可能洗碗嘅事，我會覺得就係嚇乜真係可以令到我有好多嘅嘢都改變咗嘅。但係我嗰陣時係唔信，我記得我當我聽到要做洗碗呢個工作嘅時間，我只會覺得就係、是、嚇。你叫我嚟呢度洗碗啊？唔好玩啊！咁啲咩人係咪人？即係點講咧？我覺得係呢啲更低下階層嚟做啱，我會覺得就係咁樣諗。呢樣嘢神已經係顯示咗我一個好嚴重嘅一個問題，就係、是、我好唔謙卑，我會好睇唔起呢啲咁嘅小事，原來係會令到成個嘅餐廳係好重要。但係我冇諗過嗰陣時，我淨係一味即係會喺度埋怨，就係、是、話：哇！你俾我供給就喺呢度去報幫手洗碗，哇！我覺得好卑微喎，可唔可以唔做啊？但係事實啊，環境唔容許到我唔做。結果臨尾我第一日就翻入去，即係入去做洗碗。呢樣嘢亦都係神喺我生命上邊上嘅第二個東，即係第二堂，就係、是、要去肯定自己。當我喺呢度洗碗嘅時間，我會覺得就係、是、哇咁鬼多碗，好難頂喎、啊！搭啦冧檔會點算呢？我使唔使得嚟呢？但係事實上，神話俾我聽就係話你係得嘅，你真係得嘅，即係你得嘅。咁其實點解會有我呢啲咁唔肯定自己、咁否定自己嘅位置？其實都係源於譬如以前細細個傷口，喺屋企上面，屋企人對我要求高，我有好多嘢都做得唔係咁好，我有多嘢做得唔係咁，即係做得唔係咁叻。咁我屋企人就會會譬如話奚落啊，會覺得就唉、你都冇用㗎啦。就會咁樣，結果就會慢慢變到到而家嘅，即係到佢之前就原來發覺，哇！原來我一直係咁否定自己，但係神就同我講就話：你唔好否定自己先。咁你否定自己，真係否定咗神對你身上面所作嘅嘢。咁都OK啦。咁到去神又咁呢樣嘢又經歷咗好長時間嘅。我喺洗碗入邊，我真係喊都喊過嘅，其實。喺冇人嘅情況，我真係喊過，喊又喊過，發脾氣都發過，乜都試過，真係。但係到事後，我嗰陣時唔明白神喺我身上面究竟作啲乜嘢，呢樣嘢先難受啊嘛，其實。因為每當譬如話神要你去面對一個傷口，好似我咁樣去面對，譬如話對屋企人、對自己一啲好唔如意嘅事，或者係對自己一啲好唔想面對嘅事，你梗係會覺得難受，好似咁樣啦，我夠唔想嚟洗碗啦。因為點解啊？因為我唔明白究竟神喺我身上邊所作緊乜嘢啊嘛。佢就係想我，就係話要我去，即係點講？係因為我唔明白究竟神擺我呢度有咩嘅心意。其實最主要嚟講就係因為點解我哋會覺得行神嘅路或者面對自己嘅傷口點解會難受，就因為你唔明白。好簡單，就因為你唔明白神喺你身上邊究竟神要你面對啲傷口係為咗啲乜嘢。好簡單三個字，唯有醫治你呢一樣嘢。我唔係話我而家，樣樣嘢都好似話醫治曬咁樣，我唔係，冇可能。我仲有好多嘢都需要面對，好多自己嘅黑暗面我都需要面對。但係起碼喺洗碗呢一個過程入邊，雖然係好難受嘅，係真係好難受。因為點解啊？因為樣樣嘢追住你啊嘛，樣樣嘢都會係不斷去諗自己啲，即係不斷去浮翻啲你自己好唔想面對嘅事出嚟啊。但是神就跟我说，即是神真的每样东西就是说
啱嘅啦，我知道你呢條新歌唱得好咧，我就會得到好多弟兄姊妹嘅認同啦。但係呢樣嘢只係從我嘅人嘅角度去睇嘅啫。但係有冇諗過，其實有冇將個書，有冇將個焦點去放喺個神上身上面所做嘅事，即係神生命上面所做所對你睇咧？唔怕直接啲同你哋講。我記得當初我會覺得就係、是，哇！你哋好酷，你哋好究竟我做咁多嘅嘢，我喺呢度洗碗點解好似冇乜人去關心我，去擔心我，去幫助一把，我真係咁樣諗。但係事後神就同我講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問題，就係、是、話你要將你嘅，即係你要將你嘅焦點係放喺唔係人嘅身上面，而係放喺神嘅身上面。人對你點睇唔重要，最重要係就係神對你點睇。即係好感謝主，就係即係俾我喺度，即係俾我喺呢一度經歷，即係俾我去經歷今日嘅洗禮。直到去即係其實成個過程真係安排咗，安排曬。我想話呢一日上嚟放假，希望你洗好禮，即刻嚟，即刻開路。係同埋最重要嘅就係我之所以有能，即係我之所以有今日。即係見到今，即係我之所以有今日嘅話咧，唔係因為最重要嘅一樣嘢，唔係因為我做得好，唔係話因為我做得有幾能夠，而係因為有神喺我身邊所作嘅事，我先至能夠變到有今日。如果唔係嘅話，我真係同以前係一模一樣。同埋喺呢一度都好感謝，即係雖然都唔喺度啦，其實喺我阿爸，即係其實諗翻咧，耶穌，我信咗佢，我信，即係點講，其實由細到大都有接觸。我讀基督教學校，我記得以前好中意睇聽聖經故事，但係我唔知道自己會信嘅。但係去到而家，我近排再諗翻起，當我阿爸喺醫院嘅時間，除咗我屋企人去陪我阿爸之外，原來仲有一個人，嗰、那個就係牧師。當我阿爸過身嘅嗰一刻，都係得啊！我以為係屋企，我以為係最親嘅人，即係除咗我阿媽或者我哋一家人之外，原來發覺原來係有一個遠目，佢一直都係幫我哋祈禱。我近排屋企抄翻幅相嘅，係個遠目咧，佢寄咗幅相俾我阿媽。咁後面咧就寫咗幾句説話。呢一幅相應該係我阿爸臨過身之前幾一兩個月嘅時間嗰幅相嚟嘅。我阿爸嗰時好瘦。咁我牧師就捉住我阿爸隻手，佢後面寫咗一啲説話，佢同我講就係同我阿媽講就係話，願主去祝福你同埋三個小朋友，即係如果佢喺度嘅話，我真係好想去同佢講聲多謝，同埋亦都好想同耶穌講聲多謝。因為原來神係一直以嚟由細到大都陪住我成長，即係我唔去理啫，但係而家我隻眼上面嘅鱗片都跌咗一半嘅啦，其實即係總算可以睇清楚，即係我唔係即係點講，我能夠喺呢度洗禮，我希望就係大家弟兄姊妹同我做一個見證，就係話我願意呢一刻去接受耶穌，我願意去悔改以前我好唔中意嘅生命，即係呢一度希望即係各位弟兄姊妹能夠可以見證住呢件事，好多謝大家。